小布丁，你坐好，坐。来，今天开始啊，咱都上课，上课了。哎，你坐，你多大？你的规矩啊，逼逼的，哎，啊，人香肠没吃着，这也香肠啊。哎呀，呵呵，这小布丁，你最馋，你最馋，上我手里来抢的了。坐啊，坐，这次咱们得好好的了啊。你看，你小妹儿都做好了，咋就你，就你不听话？对，抢吗？抢啥也没有。哎，抢也不给。你搁这抢吗？你抢吗？我看你能不能抢着。还抢？今天得训练你了啊，训练你啊。啊，不行，吃不着。哎，吃不着。抢，抢就吃不着。坐。哟，到底又给抢，随便一个吧啊！尝尝，小布丁没吃着呢是吧？给你一个吧，看你。哎呀，这啥呀？坐。哎，听话，俩小宝宝也很听话啊、哦。你坐，小布丁。就你俩不守规矩啊！抢就没有，抢没有，谁抢也抢不着，靠抢是没有用的啊！只有我给，坐好。啊，抢没有，啊是没有。哎呀，好了。我不信训不好你俩，给我坐。嗯，看你抢，我让你抢，看能不能抢着。啊，坐。坐，哎，小布丁啊，还是小布丁，哎，看小布丁，你看。抢没有？坐坐坐那啥，谁抢都没有啊、哦！你不用上这边来袭击，哪边也抢不着啊、哦！坐，哎，能抢着吗？能抢着吗？你找。又来一个，坐，乖乖的啊、哦，都听话了，来，哎，这回都听话了啊、哦，谁也不行，哎，小布丁，你再不听话，坐，看你听不听话，哎，听话了啊、哦，这女的都放各自跟前啊，都吃自己的啊，这雪碧的啊，吃。来，快快快，你俩吃吧，来，吃吧，哎哎，香草，哎呀妈，香草不知道吃，哎对，哎这多好，哎真乖啊、哦，都会了啊，看你孩子多聪明，是大 BB， 大 BB 辛苦了啊、哦，都给大 BB 一个啊，哦、今天课上到这儿结束，解散。